嘿呀，大家好，然后我是娜娜，然后我们今天是继续我们的 Minecraft 拯救面面果，对，我就差点讲错了，抱歉，呵呵。然后上一次我们是玩到跑酷那边，对不对？我记错的话啦，然后就嘿，哒哒哒，我们要到下一个，就是这边的吧，虽然说晚上了，嘿。青塔，这是青塔吗？这是青塔吗？等等，好吧，考验你的 EQ， 好吧。睡觉，睡觉。哟嘘 ，EQ 吗？我 EQ 很烂哎，怎么办？这里是哪？哦，箱子。啊？啊？我这样子完成了吗？等等，一般的那一招。哎，这样子哦，好简单哦，等等，好简单哦。哎，这道，等等，我等于迷宫，我每次迷了个。哦，没东西。哦，我绕回来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到了。啊，就这样简单。可我在哪呢？好，我们就过完这一关了。可我好简单。好汉波，好汉波。你搞的，跳，哪张？好高，等等，好高，跳，跟，哎，怎样围起来呀？不然的话可以看到整个世界这样，可恶！跟，呀，哟嘘，好，到下一个，哒哒哒，哈哈，金塔考验你的勇气，好吧？晚上睡觉。睡觉起来，然后我就要走。有好多，这样我们先把这个丢进去，嘿，然后再把这个拿出来，然后戴上，然后裤子，哎，这是头，这是哦，都两双鞋啊，达达，为什么？等等，为什么两双鞋？你给错了吗？可。将游戏糖度调回和平了。这是什么？哪里？哪里搞的？等等。耶，好了。然后就这样。嘿，还是我最聪明。看到啊，大大呀，又和平又简单，可恶。好，然后我们这样子过关了，然后东西拿走，啪，好 ，go。哦，其他就那么简单 ，go。确定四个证明后才按这个按钮，放这边吗？请在红石火把上放上证明。难过去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这样放？可嘿， hey， 好了，谢谢你的帮助。在重获这四个力量中，我们一定回复之前一座。为了感谢，我们送你一箱的科学面，表示谢达，再见了，苏软。好多科学面。我是做梦吗？不对，我放进眼的这个箱子，看来真的不是梦啊！谢谢你的游玩。以下的列表是以多买一些面，收集16元以上。呵呵，我有哎。第二，收集全部菜刀，全部菜刀共多少？
这次剧情要超短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早知道就连续拍好了啦，可恶！然后我没想到那么短啊，所以有点的就抱歉对。然后今天实况就到此了对。然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左下角的最新，然后可以按个赞，然后喜欢刺客学妹的话，这边有超多需要的话可以拿。